台东户外运动空间微解封，民众携家带眷出门踏青，享受亲近大自然的难得时光。自中央宣布进入防疫三级警戒以来，民众生活处处受限，但随着疫情逐渐趋缓，各界渴望解封和降级声浪四起。当民众满心期盼回归正常生活之时，台东离岛居民却如临大敌。只要有一个确诊的案例进到绿岛，那我们这边非常多的人会变成居家隔离，我们的医疗设施不足，严重的不足。如果说有一个确诊然后是重症的话，那可能要浪费国家很大的医疗资源，可能要用直升机。近两个月的警戒期，许多民众宅在家都闷坏了。尤其中央八号宣布三级警戒微解封，开放九人以下微型国旅措施，一旦游客开始涌入离岛，对地方防疫和医疗量能势必将是一大隐忧。绿岛乡长希望政府能提出相对应措施，保障居民的健康安全。比如说游客进来，我们希望他能够拿到这个PCR 的阴性证明。那中央在目前为止并没有对于离岛任何的离岛有这样的一个限制。那我们有所做的有做的一件事是，我们在两个离岛的卫生所都有免费给各位外地进入的乡亲快筛的机制。据台东县府统计，兰屿疫苗施打率目前仅达11.2%，绿岛则是17.9%。在面对病毒威胁下，居民认为比例远远不足，希望政府考量离岛地域及医疗量能等条件下，能尽快针对岛民全面普打疫苗，并提出更周延的管制措施，在兼顾防疫的同时，也保障居民生计。原视新闻，中正台东市绿岛采访报道。